句，看图招句 ，OK。然后你就听好啊，这边有答，你们就把你们，我这边有三一二三四五，然后你们就拿着这张卡，还有你的词卡，一边走一边造句，直到五张都完为止，每张大概三分钟 ，OK。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好啊，好，现在每一组的派一个代表出来拿。
分可以拿最高分。好，记起来啊。好，我们比较一下。好，第一个图，万里长城是吗？万里长城的这地方在世界各国都很出名，所以很多游客来这来游览这个地方。我们一家人去中国游览万里长城的皇宫，这边有皇宫哎，有，这么厉害的你。
什么词语？震动。震动。对，震动。这件凶杀案已经震动全国，终于抓到嫌犯了。对吗？没有。这种六名凶杀案。六名凶杀案？什么六名凶杀案？震动了全国居民，导致人民人心惶惶。哦，也不错啊，人心惶惶。然后那个杀人犯连续杀了很多人，最后被警察抓了，震动全国。他有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他讲故事给你听啊。好嘞。那名震动全世界的嫌犯，终于被警察抓去承受法律的裁制、裁判，那不会写个判字？哈哈，全世界很好，不错啊，这个，你觉得谁第一？黄六名啊，黄是哦，但是他有错字，我们扣分啊。不要紧，慢慢学 ，OK？ 比赛好玩吗？好。